Hello， 大家好，第29天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来拍摄景点的，不是来拍摄，而是说来看一看这边的景点，因为明天就要过来拍摄嘛，想过来看一看是什么情况。就在我对面。那刚才呢，我就没有忘记了去拍摄一些今天的那个影片呢，我就现在不下去了，我远程的带大家看一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从这里进去就是的一个陈列馆。我们主要今天是来踩一下点吧，属于把一些把一些要写的文字啊、介绍啊，要去写完，然后把它制作出来，明天过来再拍摄素材。那现在我们就是回去了。其实两个景点的话，隔得并不远的，但他们都不大，可能大概是。如果逛得快的话，可能半个到一个小时之间吧，就是一个景点差不多，如果加起来的就两个小时左右，也就是这两个景点了。那我们边走边说，今天就是我们踩点完成了，先开车回去吧。大家可以看到叫做嘉义烈士陵园，这就是在对面，那个平江惨案也是著名全国的，也是在这里面，也就我们明天会来这边拍摄的。刚才呢就进去看了一下，那我们出发了，现在就不再带大家进去玩了，如果有机会大家也可以过来平江玩，欢迎。抓紧写吧，现在心里有点惊慌了，因为明天是要拍摄的。